打针了，打针了，先消消毒。姐姐，为什么又要打针呀？我好害怕呀！因为他们吃完糖不好好刷牙，牙齿疼，牙龈发炎了，所以要打一针消炎针。姐姐，别给我打针好不好？我牙不疼。是吗？那你妈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的牙齿疼，牙龈发炎了，有这回事吗？佩奇，你上当了吧？姐姐逗女儿的，这个是可以吃的屁屁糖，不过你以后吃完糖要继续刷牙哦。啊，姐姐，你逗我的呀？你这个坏姐姐，吓我一跳。来吧，咱俩一人一个。可好吃了，姐姐。好吃吧？来，姐姐吃这个小象，哇，看看小象的小屁股，羞羞弹弹。嗯，好吃。小朋友们记得吃完糖果要刷牙哦，保护好我们的牙齿。喜欢的记得点关注，下个节目见。